视频剪辑师也要被 AI 淘汰了吗？今天分享的这款 AI 神器一帧秒创，只要输入文字就能一键自动生成视频，目前完全免费，无任何套路，任何不会剪辑的小白都能做出想要的视频。进入网站选文案，一键生成视频，粘贴文字， AI 就会对这些文字的每一句进行语义分析，并从海量在线素材中找出准确的匹配画面，视频就生成了。我们还可以根据个人需求，从免费的 AI 配音库和背景音乐库中选择自己喜欢的声音和背景音乐。除了通过输入文字一键自动生成视频，还可以直接输入文章链接一键生成视频，微信公众号、百度、知乎、微博、今日头条的文章通通都可以。输入文章链接后，和前面一样， AI 会对文章的每一句进行语义分析，匹配出准确的画面，自动生成视频。这速度这效率吓不吓人？最重要的是，它让不会剪辑的小白也能轻松上手做出想要的视频。让这种 AI 神器进化下去，你觉得视频剪辑师会被 AI 淘汰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优秀软件贵在实用。